先兆性流产，最重要的就是避免动产。杨威那个人，他能扛住？你干嘛呢？哪来轮椅啊？我觉得没有这必要啊。老婆，你适应适应。我呀，今天去了恒星的学校，恒星让我拿给你看看。我想成为的那个人，就是我那个又飒又有些笨的小伙子。但我相信，带着他的盔甲，他一定。我老王肯定能成为最好的妈妈。从今天起，我就要拿出在工作上面拼命的劲，迎接属于我们的小宝贝。没毛病。买包。谢谢老公。